吃吧，鱼，胖死我了。老板，先别吃了，赶紧给我来200块钱海鲜。大姐啊，要这么多，你家冰箱能放得下？200块钱能买几包呀？咱家有船，一包海鲜才几块钱，这一张都用不完。真的假的？那赶紧给我来100块钱的。那行，听我来给你介绍介绍。 老公啊，先别吃了，快给大姐介绍介绍。上菜一，正香。来，大姐，这是我们家扇贝，3包大个带黄扇贝肉，3包鱿鱼脖，每包400克，2袋深海章鱼须，2包的花甲肉，再来1两袋蛏王肉。今天啊，你给小妹点个小红心，小妹送你2只大澳包，满满一大箱子。 一共14包，只需要99还包邮呢。哎呀妈呀，这也太多了吧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